OK， 来给大家看看我抽优啦的情况。我是一个月卡档啊，现在差不多抽了150多抽啊，应该是。给、OK， 我算一算啊。OK， 这个第一面、第二面、第三面、第四面、第五面、第六面、第七面、第八面、第九面、第十面、第十一、十二。OK， 这边是70抽。OK， 之前是出克勤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，26面是上一次星海，所以星海这边是80，所以我差不多是抽150抽啊。OK， 第71，哎，蓝天白云，继续努力。OK， 第二天。来吧，72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又要再去攒原石，73，保底了啊，怎么出紫色？蛮命了的，给换一抽。74，哇，优质！哎呀，全部满了的嘞！给，换多一抽，75了啊！非洲酋长啊，我是。哦，75了啊，还是什么都没有啊！不可以啊！76，蓝天白云，唉，再来，77，机器，不叫你，还是没有，比77还没有用这个东西 ，OK。哎，又可以换78 ，OK， 有点紧张 ，OK， 看一下，应该差不多了，78，出货吧，这是什么？78，我，你可以减肥吗？我不要这个，我要这个瘦一点的，我不需要你啊。79，哇，很肥耶，79啊，都还没有，唉，完蛋了，我这次花这么多原石。Okay. 80了啊，80了，你知道我容易吗？上岸呐，有了，上岸呐 ！Yes， 口罩戴什么戴？不戴口罩了啦，庆祝啊！我不信，我开始。给、okay， 把我天赋全部升去10。给、okay， 来测试一下伤害。给、okay。开大。给、okay。看伤害多少，十级大招32万，还有的增加了我的面板，应该还可以，32万高过我的胡桃了。2+2，还没有刷出来四件套，零命十级全部，我的罗莎莉亚是6命的。一命
雷神，然后天赋是9，是可以加到最多的，10跟9是一样的。然后巴尼特是3级大招，然后是无命啊。OK， 然后我的武器是这个巨剑，我没有雪山的那个斧子之剑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玩。这攻击是634，可以沉进去。如果要我评价优拉的话，真的只有一个字：美，太美了。